Keymod 它有一个卡钩，卡钩的位置对准之后放进去，放在差不多这个位置。枪托的部分，弹夹框先进去，弹夹框的四个角进去之后，先不要压，记得要调一下这个位置，然后对准了之后就可以锁上去了。后面的部分，中间的是短螺丝，后面的是长螺丝。锁紧之后，刚好吹一下。